蔡琴姐姐，你啱啱真係超級勁啊！我哋喺台下咧都拍爛手掌啊！拍爛手掌，手掌啊！拍爛手掌啊！你剛才說那個眼珊珊，什麼眼珊珊？眼深深眼啊！深深眼啊！深深眼是什麼意思啊？我這真的，我這是我看著你，我有一個深咯。愛你的眼神，愛你的眼神。哦哟，哦 ，OK， 就是。这样子啊，哦，就是配合我的你的眼神嘛，所以他等于是看到出神了，是真的很喜欢你，谢谢谢谢。我估唔到，除咗你唱得好好听之外咧，你仲好搞笑啊！我哋喺台下系咁笑啊！对，我很喜欢做现场秀，因为我的歌声很抒情，你叫我唱多悲伤的，我都可以唱得很好，但是我的说话比较。幽默一点啊，所以我很喜欢做这个歌唱，因为歌唱呢，你可以看到我的两面，一面是我抒情女人的一面，另外一面呢是我比较爽朗，然后可以现场幽默的一面。好比说我看到肥妈，我就跟她打招呼啊，然后她因为她赞成我说的话，她给我掌声嘛。还有一位评审站起来 standing ovation。我要等下问问他是哪一位，穿着银色衣服的。OK， 我跟你讲，我就要称赞你，你是对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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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。那你今次觉得来中年好声音做嘉宾开不开心吗？开心，因为但是也害怕，因为真的，因为你不要看我们唱了这么久的人，要唱歌之前，要正式表演之前。只要你是认真的，把它当一回事，你心都是紧张的，所以我跟选手是一样的。真的，你知道我要告诉你一个小秘密。好，你說廣東話，好好好。我想跟你說呢，話呢，我們呢，中年好聲音有個學員非常喜歡你的。真的嗎？是，他是真的你的大fans來的。大fans。Big fans。Yeah, big fans。劉虹。哇，蔡琴姐姐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真的很高興。这是很震撼，因为之前在红馆，是10年前还是8年前那个海上音乐会啊，海上音乐海上良宵，对对，海上良宵那个演唱会，你有看吗？对，你穿那个绿色那条裙呢、啊？蓝色的，蓝的，对，然后今天可以现场，可以听你唱这个你的眼神，你的眼神还上了广东。对不对？很震撼，真的很。你们会不会觉得我唱的广东话不好听？我们没问题，只要我那个 feel 就行了。我在台下听到你唱广东话，我系好震撼噶。对啊，好好好，这样好，好中意。不是，他刚刚说，你刚刚说有 feel 就行，这是很应付我嘛？就是还可以啦，有 feel 是最重要 ，feel 最重。然后最重要是那种迷人的中低音。哦，因为现场那个我们那个低音喇叭都在咕咕咕，是是咕咕咕，大家都觉得很震撼，对。这是上天赏给我的嗓子，对呀，谢谢你们，是很难得，谢谢你们。他仲有一个刘可，仲有少少请求，他想同你合照一张啊。可以跟你合照一张吗？搞了半天是要合照一张，早点讲。是，周姐，周姐，我哋东张，所有拍照都是耶。嚟，你姐姐俾佢嚟单独合照啊，呢个好重要啊。好聪明的手。一、二、三，来到这啊，来，一、二，好了，等一下，我有个要求，没有这么容易，是，没有这么容易，你唱一句你的眼神给我听，我刚刚就想说了，麦克风，好好好，不能是我们要访问，请你唱一下蔡琴小姐，你最喜欢的你的眼神 ，Come on， one， two， three， go。那是你的眼神，明亮又美丽啊，有情天地，我满心欢喜。耶、yeah, ，不错不错耶，因为男生的声音都是比较冲出去的嘛，他到最后可以懂得收回来。会唱歌，因为是你啊，因为是你这样、啊、现场有眼神的交流啊，好紧张，你会有咩感受啊？好感动啊，因为佢真系喺我喺台湾歌手嚟讲，都系我好崇拜，好崇拜。佢喺我心目中嘅地位同梅艳芳喺香港女歌手嘅地位系一样噶啦。哦，谢谢你，因为都系因为很磁性的中低音啊，梅艳芳也是因为中低音，也是中低音，对对对。咁你会点样支持我哋蔡琴老师咧？
梗係我哋蔡琴老師嘅五月份嘅紅館演唱會，大家一齊去買飛支持，係啦，現場嘅。好，演唱會叫什麼名字？演唱會叫好心情。好心情。好心情。心情是吧？心情。它其实是心菜情。对对。可是念起来就是心情mood很好，所以我们一起比这个最赞，祝福。那个电视机前面还没买票的和已经买票的好心情，我们去买，快点买票啦，快点买。